小狗丹尼的爷爷狗爷爷假装自己是坏蛋大野狼，大声吼叫。首先，我们先用黑色的线条勾出轮廓。首先，我们先用黑色的线条勾出轮廓。用深灰色涂狗爷爷和狗妈妈的头部。用深灰色涂狗爷爷和狗妈妈的头部。用浅绿色涂狗妈妈的衣服。用深蓝色涂狗爷爷的衣服。用红色涂帽子。小朋友们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可以在视频下方点赞并关注哦。我们下期再见。